卫护日前宣布，2019年9月，医师纳入劳基法，医院担心能力不足将冲击医疗品质。卫部周日开会决议，将推动医院整合医学专科医师薪资，预计明年上路，由部分科主治医师专责照顾住院病患，另外再增加专科护理师和医师临床助理，来解决医院能力不足和医师过劳的问题。卫部表示，过去住院病患是由住院医师负责照顾，新增医院整合医学专科医师制度，由部分科主治医师负责照顾住院病患，预计今年底可完成这项专科考照制度，明年底可增加100到150名该专科的医师。卫部预计以1亿元的经费，先选定20家医院实施，预计3到5年后，把医院整合医学专科医师制度普及全台。生活中心台北报道。